而且关注受新冠疫情的影响，美国的新冠疫情和美国股市爆发了震荡，而美国通过发行货币、超发货币的形式维持了美国股市的稳定。因此，川普在经济和抗经济游戏方面还是敢于下狠手的。尽管牺牲了美国长远的利益，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前提拯救美国经济，因此美国川普当选的几率依然很大。原因在于美国股市保持了稳定和增长，尽管新冠疫情的肆虐给美国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衰退，但是股市的稳定证明川普的正确性。